雪等等。我们现在位于平原地区的海拔43米，温度25摄氏度，风速东北风2级。根据地理坐标系统的推算，你应该向东经的124.9度、北纬29度方向、仰角56度的方向出手，才可以定位篮球框的正中心。对，听我的，篮球的质量是650克，重力加速度为9.8米每秒的二次方。根据牛顿的第二定律，你需要以3564N 的力，抛射角度为水平64.3度，投出这个球。这样不行，听我的。以李当前的位置建立指标坐标系，你与篮筐相距3.2米，篮筐高3.05米，代入抛物线方程求解，得出你应该向 X 轴正35.5度出手，才能正中篮筐。都别吵了，历史上的今天，在比赛还剩6.9秒的时候，乔丹就在同样的位置以一记跳投绝杀了爵士，所以你必须在6.9秒时出手。别犹豫，相信自己。